套入木桩，将其收紧整形。此绳结在受力的情况下牢固，它不缓结，非常适合定点锁桩来使用。第六种，应急拖车结。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，将这个绳子从这个牵引环底端穿过啊，然后主绳压住绳头这一端，拔出牵引环，将其放在里端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它在受力时，这个节点直接将这个绳头牢牢压紧，它主绳越受力，这里越紧啊，即使绳断结都不会开。它适用于普通绳子和钢丝绳，使用完之后啊，它不会打结，只要将船销拿下来之后自动开绳。第七种，双锰结。它非常适合在这个木桩或柱底上固定绳索。我们逆时针围绕一周，然后从左右侧这个绳头底端将绳儿稍稍向后拉伸，拉伸到一定距离之后，从底端带回来，再次套入这个柱体当中，然后我们收紧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此绳结受力之时牢固不缓结啊，非常好操作。第八种，收绳结。我们长绳子在不使用时打理不好容易乱，很多货车司机都会使用这个绳结啊，注意重复这一个动作，一直打到绳子的对末端。我们想解绳时，只需拽其中一根，瞬间全部开解，这样不会乱，易于打理。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抖音。